这里是都江堰龙溪虹口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次和世界自然基金会一起，跟着保护区的巡护队员追踪野生大熊猫的踪迹，运气好的话，我们能在这里看到野生状态下的大熊猫。在这里有啃食竹子。定期收集红外线相机上的监测数据，是巡护队进山的主要工作。这里山高林密，沟深水急，爬山涉溪是家常便饭，工作比想象中更辛苦。咬过了。然后如果说是我们在野外发现这个大熊猫咬着的痕迹的地方呢，可能这周围就很容易发现大熊猫的粪便，就是容易，我们一般到了这个点，然后我们就要来记录，然后就周围找一下粪便。有时巡护队员要在山里露营4到5天，但这依然不能保证他们就能遇见熊猫。对熊猫粪便的采集和分析是他们判断大熊猫数量健康状况的重要手段。如果是新鲜的话，上面会有一层薄薄的黏膜，黏膜可以提取它的 DNA， 这个提取熊猫的 DNA 的话，我们更有利于我们来更综合或者是更科学的管理我们到底有多少只熊猫，然后它到底是雌性还是雄性，然后它的身体状况也可以通过 DNA 的检测大体上知道一个大概。这次我们在山里发现了熊爪印，虽然不是大熊猫的爪印，但这足以让这趟巡护工作中的每一个人都更加兴奋。栖息地的破碎化是目前大熊猫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它们生活的山林由于人类活动的干扰被分割成许多小块的区域，这将影响整个种群健康长久的繁衍。保护工作的方向之一就是将分割的栖息地连通起来，对大熊猫的走廊地带进行科学化的建设与管理，恢复植被，减少人类活动的干扰，让大熊猫可以自由地串门。保护大熊猫及其栖息地就像撑开了一把保护伞，不仅保护着大熊猫，还保护了与之共存的其他生灵，如牛角羚、金丝猴、毛冠鹿等，也保护了与数亿人生存息息相关的森林、湿地等生态系统。它意味着人类为了保护大熊猫而付出努力，同时也从保护中受益。